形太急了，打不了，打回水这里哦。哦，打到树上去了，挂网了。有没有冲啊？冲了一下。按理说应该有鱼的。咦，看到没有？哎，真的看到一条了。这个回湾是个好地方啊。哎呦，拿好拿好一点。哎呦，动静蛮大哦。哎呦。哦，哎，两条了！这是什么鱼啊？来，咦，是啊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哎，今天打到一条怪鱼喽！没有泥的啊！嗯，哎，这鱼野性十足啊！漂亮！只打三网啊，不管有鱼没鱼。这已经是第二网了。终于破了一个洞了啊！你不补一下吗？我从来不补网的，这个网又不贵，放下就放一放一个就可以了。哎呀呀！哎呀，泥鳅跑了，泥鳅跑了，泥鳅跑了，小鱼，放了啊！嗯嗯。第三网我们就来说一下我是怎么撒网的啊。啊，到上面去！哦，停停停，上面电棒放水了，水太大了，过不去了，我们只有绕一下路了。哎，到姑妈家菜地里抓点辣椒煮鱼吃。哦，对了，上次姑妈说让我们帮表弟介绍个对象，你有没有合适的？现在哪里还要介绍？你让他去爱聊啊！现在很多单身女生都在上边找对象，这靠不靠谱哦？里面都是真心想找对象过日子的女生，实名注册，头像就是本人，男性上线就匹配，同城单身美女，要是怕聊不来，就先用呼吸相功能，跟有呼吸相的女生一对一的聊。哦，那这样挺好，我现在就跟她说。现在点左下角还有惊喜。哎，那下面有人钓鱼，我们去看一下，来看一下她的鱼货啊。钓了多少？哎呦，钓了一条，大了48。哦，这么大条。啊、嗯。哦，还一条沙丘啊！沙丘这么小的也可以钓。我今天师傅还可以，我给一条给你。啊，好的好的。金爷爷好开心，你看。我们打一下这个回弯啊，这个水有点大啊。今天来说一下我们南方的三把网打法啊，这个手绳就是这样叠起来。这个网的话，就是与肩膀差不多高的时候，啊，这个是这样抓着的。跟肩膀一样高，然后三分之一搭在这个胳膊上面，这只手拿三分之一。这个方法是离网最快的一种方法了啊，剩下的三分之一，这只手拿着，就是胳膊三分之一，啊，左手三分之一，右手三分之一，你看这样。好，现在你到这边来拍一下运网。这个运网很简单啊，就是这样往前、往后，这样。旋转一下，这网就打得圆哦。啊，这个水还是有点大，但这个位置，有鱼的话就是藏在这里的。哦，挂了一下，肯定又挂了一个小洞了。有没有冲网？啊，挂网了。一网撒下去，最想看就是网里面有没有货，没看到。哎，还有一条。嗯，挂了一下网啊。哎，哎，好了。哎，你看，快得很啊。哎呀，到嘴边的鸭子给飞了。三个辣椒一条鱼啊，又是美美的一餐。